您爸爸的女儿啊，不，您爸爸的姐姐的儿子的女儿的女儿，而且您是女性，太死了！真有这道题、啊，真有这道题，否则我算不出来的。您知道吗？观众有知道的吗？这确实不知道。爸爸的太绕了，姐姐，爸爸的姐姐应该叫姑姑。你给一段时间，儿子，梁天老师根本就不算，啊、让梁天老师自己来算。您算一下，啊、我明天告诉你。那个还有肖素清啊，给他出道题。出道题啊，简单点的，你秘密注意哦。好，这样最简单的，奶奶的妈妈叫什么？太好一个题目了，奶奶的妈妈叫什么？一、二、三，太奶，叫太奶呀、啊，对啊。奶奶的太奶吗？太奶奶，对吗？对吗？这个我知道，就是太奶奶。奶奶的妈妈叫什么？外曾祖母。来看看，叫不上来。最后一位，光哥，问你一个啊。刘晓光，你女儿的奶奶的弟弟，你女儿的奶奶的弟弟，是你，你应该跟他叫什么？舅。对吗？对呀、啊。对。反应够快啊！这话说的。好好好好好好。本来啊，我们是设计啊，想要看看他们的反应嘛，有多厉害啊！这个小人物大智慧，结果呢，一个个基本上答对的很少啊。对呀、啊。对呀、啊。我。谁出的题？这都是、啊。我们只能进入到下面一关更残酷的考验，需要体力和智慧并存，叫做智勇大闯关。那么现在呢，道具已经在我们的舞台上了啊，叫做智慧网。哦，这张网啊，我们应该怎么进行这个游戏呢？这个网上呢，大家可以看到大大小小的不同的洞。是。我们兵分两组，一个每一组都有四位嘉宾，每一个人要从不同的洞出来。一、二。三、四，这四个洞，第一位嘉宾如果穿了这个洞过来，其他的嘉宾就不可以从这里过来。每人一个洞，看他们的协作性，还不可以触碰到其他的网。哪一组用时最短，哪一组获胜，好吗？接下来第一组啊，准备好了吗？吊环已经准备好了。好好好好，第一组来，我要研究一下。我们啊，准备开始计时，倒计时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走你，开始。别刮着。慢点啊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不要碰到网。哎，不要碰到绳子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。下面的衣服，哦，下一件。衣服帮他抬起来，衣服帮谁的手啊啊？你的手就算了，我以为蔡伟丽在帮他。好嘞，顺利过来第一人，恭喜你。来，继续，继续，来，计时正在进行。来，用了二十秒，快快快，谁先来？可以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可以，不可以用这个洞了？不可以用这个洞了？可以，他们两口子可以从一个洞走，没事。不行，不可以，不可以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这是完全可以的，慢一点，慢一点啊！来来，你的臀部往回收一点。哎，哎哎，慢一点，别动，你慢一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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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一点。哎，完了，好快，还有两位，还有两位，抓紧时间，计时正在进行，你们要选择不同的洞。他俩钻一个，你上面这个，看他们用什么样的方式。好，用时是2分40秒，两分四十秒，过了三个人啊。哎，接下来第二组马上就要迎接挑战，这回到咱们组的吧，咱们得研究一下。哎，先别说开始啊，你呢本身你瘦，你就别站大的了。对呀，啊，你转这个吧，你玩小点吧。哪有自己人欺负自己人呢？不是，你现在就得，因为啥？三人同行，你就得受点苦了。我知道，我站一指标挺浪费。咱俩就搁这给他扔过去就完了。也好，就这个。可是那边没有人，那边得有人。现在为了输赢就不考虑死活的事了，现在就。我先过去一个吧，再从这边把他弄过去，旁边过。都会的。对，可以，可以。好，立过来，立过来，立过来，可以，可以。那儿的衣服过来的，可以，侧过来，可以啊，可以。好，现在计时正在进行，可以。好，第二个人，抓紧时间。第二个谁？你看，屁股。小四星，你要帮他一把。好。哎，三位，好强啊！到这个。
啊，我从这儿，从这儿，来吧。你不是你先抱着他，抱着他，抱着他后面。那什么，我不敢碰你。可以。他们一人抬一条腿。对。每人一条腿。你两条腿。哎，对，可以。可以。哎，等一下。这个样子，好，那好，腿，哎，小心，慢慢来，哎呦我的妈，叫别用，哎，稍等，停，来用啊！刚刚你已经碰到这根线了，所以这两个洞全部取消，取消，对你已经碰到了，取消你今天穿的衣服那么长，所以呢，最后只剩下这个洞或者这个洞，光哥你自己来选择一个，好，没事。碰到了，跳，哇，耶，别帅啊！来，我们第二组，最后胜利，接受观众们的掌声。